在讲到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马上浮现出一位化学家，但是呢，他跨行去做中国历史研究的刘广定先生。刘广定先生，因为他读了鲁迅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讲六朝的酒，还有更重要的是六朝的药，所以刘广定呢，就从这里开始出发，去研究说，那六朝人的药，那到底是什么？六朝人喜欢吃药。最重要的一种药叫做五石散，然后刘广定呢用他的化学专业去彻底的研究了五石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药，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他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那五石散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汞，就是水银，所以吃这个五石散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效果其实就是汞中毒。汞中毒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呢？那就是你皮肤底下的微血管它会爆裂。爆裂了之后，表现在外表的，那就是你的皮肤白里透红，所以那是最彻底那个时代的医美的效果。那谁吃五石散呢？为什么要吃五石散？吃五石散就是为了要美容，都是当时的这些贵族世家的大男人们他们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这样一种非常特别，一直到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回来的特殊的贵族文化。在这种贵族文化当中，它是一个表演的文化。贵族最需要表演的就是跟别人不同，所以包括长相都要跟别人不一样，说话的方式要跟人家不一样，说话的内容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在六朝的贵族文化当中，有好多好多表演的场合。例如说，我们讲六朝清谈。清谈不是简单的谈呢，不是就这样聊天谈话。清谈是有形式的，清谈不只是有形式，而且清谈呢，有点像是到了 Rococo 时代西方的这种沙龙，要主持人，要主谈人，要主要问结，就是提问的人，大家要打扮得非常非常的特别。最深刻的一种打扮，你要吃长期吃五石散，所以那个皮肤漂亮得不得了。然后呢，要穿非常宽松的衣服。为什么要穿非常宽松的衣服？因为你的皮肤已经被破坏，已经中毒了，所以稍微粗糙一点的、稍微贴紧一点的衣服的衣料，就有可能让你的皮肤可以破皮。所以他们的皮肤真的是非常非常脆弱、非常敏感。穿很宽大的衣服，然后拿着一个竹苇。那为什么要特别拿竹苇呢？因为竹苇是可以帮助你把你的手势更加扩大，有那种戏剧性的效果。然后谈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要谈别人不能谈。别人为什么不能谈？因为别人听不懂啊。那谈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让别人听不懂，但是呢又对你充满了佩服？那就要谈那些玄之又玄的话题。所以为什么清谈接下来有了玄理？接下来有了玄坛，这就构成了整个贵族史，这就构成了六朝文化当中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不是单纯的哲学，它的背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贵族世家，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这是贵族文化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看，要了解魏晋南北朝，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些贵族作为整个魏晋南北朝它的历史叙述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轴。不一样的中国史，一直希望提醒大家，我们在看中国史的时候，不要把所有东西都看成一样的。在第六册当中，有一个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不一样，那就是。到这个时候，魏晋南北朝皇帝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对皇帝有一个统一的想象。当我们想到皇帝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可能是秦始皇，可能是汉武帝，或者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些皇帝是一回事，但他们都不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皇帝。魏晋南北朝时候的皇帝，他最大的特色，那就是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有比皇帝更了不起，或者是有比皇帝更骄傲的人。为什么会特别讲比皇帝更骄傲？意味着有一种人，他们是不屑当皇帝的，
你以为当皇帝这么好，大家都抢着要当皇帝，因此有这么多宫廷内斗，因此有这么多内内外外的各种不同的斗争。皇帝有这么了不起吗？如果你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你就知道在这个时期皇帝没有那么了不起。谁比皇帝更了不起？这是皇帝必须依赖的，叫做世家大族。这种世族，这种世族呢，在他们眼里面，皇帝来来去去，但我们一直都在，所以他们不太看得起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想要当皇帝。所以当我们在理解魏晋南北朝，我们对于皇帝跟皇帝制度，乃至于整个帝国的制度跟想象，我们必须做调整。虽然仍然有皇帝，但是这个时候的皇帝，他的权力相对非常非常的有限。他们通常是军人，他们靠武力打下了天下，可是他不可能靠武力来统治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不可能不在意世家大族是不是支持他。我们只要看宋齐梁陈，南朝宋短短的时间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个皇帝，而且这些很多皇帝都死于非命？那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自己不当皇帝，可他们有足够的权力，他们有足够的势力，他们可以操弄在皇室当中的各个不一样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当皇帝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你不只是必须要去维系跟世家大族之间良好的关系，很多时候你还忍受他们对你的各种不同的嘲弄，以及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凸显你跟这些世家大族最大的差别在于，你不懂贵族文化，你不了解贵族们他们过日子的方式，就他可以看不起你。所以当一个皇帝在魏晋南北朝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环绕着这个皇帝制度，我们看到主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力量是来自于这些贵族。中国是有这种特别的贵族时期，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理解跟认识一下。